崭新的音乐设备，这里是美国顶尖的音乐教学品牌声量音创学院，由制作人詹姆斯·方特罗伊以及劳伦斯·多普森所创立。两个人光是格莱美奖就得了超过20座。学院主要用来培育幕后音乐人，也将海外第一个据点设在台北。台北分校找来二姐江蕙跟张惠妹的唱片制作人陈子红担任校长，已经投入音乐制作30年的陈子红也找来金曲制作人，搭配美国本校师资，从混音、录音、编曲等来培育台湾人才。在美国的师资，我们有得过20座以上的 Grammy， 然后台北的师资呢，我们加起来有得过超过80座以上的金曲奖。有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可以在家自学，但是有很多技巧是手把手会更清楚的。金曲音乐人艾怡良、陈建奇、戴佩妮等人都会在学院举办金曲大师讲座。金曲歌王陶喆也笑说，他也很想来当学生。对，我要问子龙老师，有没有一堂课是怎么样如何把新专辑很快做出来？这堂课我需要上。陶喆也承诺有机会会来开课，表现好的学员也有机会到海外母校交换，并提供名额让清寒者圆梦，希望可以扩展台湾音乐人的可能性。华视新闻这边张道勇、刘俊南台北报道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